折，想 peach 别太离谱，买买买买。回泰国老家，想买啥就买啥。我之前想买 MS， 现在不想买了，买它会让你的皮肤哇，一定要买。回来就迫不及待用上了。四合一的定妆喷雾，非常细。OK， thank you。Give me this one and this one。姐拿的没错吧？他预判了。姐还拿捏不住你。给他试一下，这个是一个 highlight。Thank you。Real Beauty， 回去立刻谈直播，是个高光。好看，在里框。这男人已经买了很多。也不会有很多，就是平时我喜欢花一些。也没有。轻态妆，这边 Make Forever 已经有新款的定妆喷雾了，我试一下它的头有没有改良。还是滋水枪，这个就是我今天给你们推荐的那个卸妆膏，它又可以当卸妆，又可以当面膜，2300，在我直播间只需要398，买一送一。再试个修容，最后看看口红，下一站百丽宫，来看 CPB 了。美美购入，它这个 CBB 的气垫是真的超级好用，品牌方寄给我狠狠种草了，但是那个壳被我用坏了。看见爱马仕走不动，用质感现在很舒服吧。口红也爱了，竟然要别人帮忙付款，赶下一个场子。OK， 哇哦，5000块的 coupon， 狠狠花，全部花光。狠狠花。Oh my god！ 老头子难得的少女心。买完了，明天继续。